事物原理，欣赏自然材质之美。艺术家林博瑞擅长用金属素材来表现原始质地，当然在造型上也如同他的艺术风格一般，或圆形或方形，最基本的形状，追求最单纯的状态，极简出最纯粹的美。我想放超过一年以上。哦，它会氧化等等的，没有处理它，就让它继续生锈，锈到一个程度之后，我看我觉得说，哎，我喜欢这个状态，我就最后是用蜡把它给封。好在于它会随着时间越沉越香，这样。天然材质是这样。就是这样。天然材质。林博瑞的风格受到许多建筑师与建商藏家的喜爱。全球宝格丽饭店御用建筑师 Antonio Citerio 指定他的作品为户外装置。台湾不少顶级豪宅也收藏林博瑞的雕塑。他认为创作对他而言是达到心灵富足的状态。很奇怪，在这个很冗长的这个做工的这个过程啊，我觉得我得到某种满足。我说不上来。坦白说，我说不上来。但是。我有被满足到，所以希望看你的作品的人也可以被满足到，这样子。我不知道，不过呢，我自己得到满足了。此次展览的地点特别选在日治时期的海军招待所，他所打造的纯粹铁件以原始的形状，一件件仿佛互相做回应。经过时间淬炼，老宅或雕塑都让岁月浸润得更加美好。记者天宁和任凯、赖志豪采访报道。